大家好，我们是林可家族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多人游戏了。它是什么呢？哦吼，迷糊青蛙岩，呱呱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玩具都拿出来了，然后把贴纸都已经贴好了，所以你们看青蛙，然后呢还有一堆小苍蝇，然后这个呢就是青蛙眼镜，我们待会要戴着这个。哎，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？是这样的，其实大家以前有玩过那种，就是看我们古代的电影里面是有玩那种骰子，哗哗哗，到底在哪个里面猜哪？啊，就是你这样，对，这样。然后你这样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。对，规则就是呢，比如说小林你是当青蛙了，那这青蛙它会一不时的那种迷糊的打滚，然后这个青蛙眼睛会闭上，是不是？对，时不时的会闭上。我和月儿呢就会去偷这个小苍蝇了，比如说呢，我们一会儿给月儿了，这么暴力吗？然后你就这样推来推去，对，我们就这样推来推去，月儿藏着，但是都在你闭眼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在这样换，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你要来猜到底在哪个地方。啊！可是我可以听到声音哎，但是我们就一直在换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声音来迷惑你哦。石头剪刀布。哦，我们要输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对，他每次出剪刀，我又忘了。那我就是第一个猜的吗？对，那你坐在中间来吧。好了，现在呢 ，Summer 已经把这个青蛙眼戴上了。好，把开关打开吧。哦，闭上了，真的闭上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传了。什么时候停呢？那我们再来交换三次。好，倒数第二次了，最后一次。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很晕的，真的吗？可以看得到吗？但是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要睁眼的时候可以看到。这真的很晕，但是你猜一下吧，好难猜呀、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瞎猜吧。你瞎猜，我看你们两个眼睛，是你，是我，你很心虚的眼神。那现在就公开答案吧。先看月儿的，哇！哎，其实我瞬间觉得在我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很开心说耶。好吧，那我就获得一个苍蝇了。哇，厉害！那好，那第二轮呢，就是月儿来猜。现在月儿已经戴上青蛙眼了，那我先开始吧。那月儿还是知道是从我这里开始的，它可以有一个推断的那个原理。行，好。我现在要开了，好，开始了。为啥这个一直在闭着？我现在已经头晕了。好，还有几次你们？现在最后三次吧。好，一。二三，好了 ，OK， 你现在可以摘下来了。就是我可以听到那个东西滚动的声音，但是到底谁盖了它，在滚动的过程中盖了一下，这个就很难分辨了。就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说，就虽然我有推到这边来，但是我可能还是会自己盖过去，然后就是偷偷的把它拿回去，反而营造出一种假象。对，这是如果是我的话，因为我比较狡猾一点。你猜一下吧，你既然推理那么……对啊，我猜你。好吧，要确认答案了吗？要，一起开吧。三二一，就。耶！直接把他拉过去，也太过分了。
看一下第一个在哪里。这个好，必须要从你这里开始哦。好的。那现在我把它打开了。嗯，开。现在就让它看球都无所谓的。哦，现在给了 Summer 是吗？我自己在推理。哦，给了月儿。Summer 呢？哄了我一下。又没有拿到 Summer， 我看到了。假装盖了一下，我猜现在在月儿那里。你要我自己解说。哦，现在这个形式就不太对了。等等等，现在最后三个吧。好，我现在不能暴露了。我最后一个二。好，不动了，月儿不动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那现在我来猜了。来，千里眼瞄准。你看着我的眼睛。你为什么一直在笑那么开心、啊？因为我俩觉得你肯定猜不到。我猜在这里面，但是我本来我的第一选择是里面都没有。如果他们就非要说里面有的话，我选择是在这个绿青蛙，就是在Summer的青蛙里面。嗯、好，我开始喽。三。二一，的黄色的里面，耶耶耶耶耶耶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，觉得我一定猜不到呢？就是战术啊！好吧，那今天我就是唯一一个没猜对的人。对，所以你要带着他 ending， 对 ending 就是靠你。好吧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惩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哦。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将会有更多林克家族的视频等着你。他快被笑死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